那么老师说，那个光是黑暗就很可怕了，还打雷更可怕。那么南无，
人尽人亡阿弥陀佛，都是阿弥陀佛来到我们的身中心中哟。我在那个幽灵过来说话的时候，说人家阿弥陀佛还进进不到他什么？我在那个火云那边进进，就进不到他什么？那么老师说呢？不要小看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啊，这个不是我在念佛啊，而是阿弥陀佛来到我们的身心里面，我们反复才会念出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出来啊。那个买一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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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，不过过来还是听不到。所以这个每日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有没有？这个都是佛方来到我们。来到我们的地方哦。我就安等等啊，那么那么老师说，就是因为佛方来到我们众生的地方啊，所以我们大家才会啊乖乖的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啊，南无佛啊。